拍那个给别人看，谁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？知道的就知道啊，不会你拍大湖公园给人家看，人家也不知道啊。那看来这个是比较不是地标，要卖场吧？你可能没开。谁做的？滑到喷水池，它比较危险。你滑到旁边，你会被劈到啊！这是什么落单的坑？